皇上恩旨，各省藩台孽台与军机大臣加恩于勤政殿议事，钦此。都是汉民院送来的。赔款日急，20000两白银压得朝廷喘不过气来，各督府呈上来的财政奏报却几乎全是亏空，各位藩台孽台情况最明，今日之会议便是检索各省的财政。啊，翁师傅知道，连续3年，华北五省大旱，山东旱情最重，连茅草都干死了，更甭提粮食了，哪还有人上交农税呀？那农人都哪儿去了？老弱的逃荒，青壮年他练拳。练拳？干什么？杨教士把好地全争去盖教堂了，还趁机诱导饥民入洋教，有的洋和尚啊还勾引妇女，他仗着有钱啊，老百姓切齿痛恨呐。洋人的事儿要小心，不要生出事端来。嗯，回去告诉玉贤，要好生督导。咱们还是议正题吧。江苏呢，我大清的纺织业，江苏为最啊，这怎么现在也是个亏空啊？江苏的纺织业已经垮了。垮了？哎，去年江苏不还向朝廷供布了吗？那都是库存的，这几年农家已经不再织布染布了，所以今年要是再要江苏供布的话就没了。别卖关子了，为什么呀？成本太高，产量少啊，产量少就卖得贵，卖得贵就没人买，这没人买也就没人做了。那穿什么？穿洋布啊。您瞧卑职这身官服也是洋布做的，不但价格便宜，这布料也好啊。你就洗吧，怎么洗都洗不掉色，你瞧土布怎么比得了啊？莫仗他人志气。那为什么呀？咱大清的土布也有他洋人比不了的呀。翁师傅说的是，可是这金工的手织手染那价格可就贵了。您瞧，就算是普通的土布，一户农家织也要织上好几天，可是人家洋人的工厂那织布的全是机器，这洋机器一台啊，一天就能织上百匹。这市场上卖的全是洋布，就说咱们土布吧，颜色也就是那什么皂色啦、蓝色啦、红色，那都是土颜料染的，一洗就掉色。可人家那洋布，哎，品种多，花样齐全，色彩洗之不去。温师傅，您要是买布，您买谁的呀？我才不买洋布呢。啊，好、啊。云贵呢？快快快，云贵呢？我也叫你呢，快点。哦，卑职在。没歇息好吧？是。前年议事啊，翁师傅说卑职下次再来呢就坐火车，可卑职这次来又走了40多天。我看大家先吃饭吧。皇上，这是军机处呈上来的折子。啊，先搁着吧。这。
饭菜很简单，可诸位不知道，皇上也吃这个。臣工部主事康有为三臣金上。皇上，国事不可为一非一日，再不变法，维新国事，国将不国。皇上，新政一日不举，国事一日难为，大法一日不变，大清一日不宁。西洋、日本，法变在先，国强在前，多加借鉴，唯我法界，我大清方有自强之日。微臣不才，唯有忠肝热血，以报皇上。西洋日本，变法在先，富国在前，多为借鉴，以法为戒，我大清必有自强之日。秦爸爸，您瞧康有为这话说得多好。说的是不错呀，可是变法不是小事，光有个慷慨激昂那是没有用的。不光是说说，康有为可是个硕学通才，他与法律、度支、学校、农商、海军和陆军等等新政之法他无所不知，还有他所言论的变法事项，条条都有下手的地方。这么说你是下了决心了？请亲爸爸恩准。本来嘛，你是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我是都不管了的，可这个事儿是大了点儿。你起来说话。亲爸爸答应儿臣，儿臣才。你呀、啊、你是怕我不准，当年咱们大清的同治中兴那是怎么来的？你六叔和李鸿章办了30多年洋务，他们也是变法嘛。变法是我的夙愿，只要能够使国家富强起来，你尽管放开手脚，尽管去做，我绝不干涉。儿臣叩谢亲爸爸。起来。今儿个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我索性就多说几句。变法是大好事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却是急不得。坐吧，大清呢是有病，下一剂猛药或许有个转机，不过治大国如烹小鲜，一定要小心翼翼，翻云覆雨可是不得了啊，不然是要出大事的。请亲爸爸多嘱咐儿臣。看来你是想重用这个康有为。儿臣是这么想，可他是个六品主事，请亲爸爸恩准儿臣特旨召见。见不见呢你自个儿拿主意，可是用不用他，皇上要记住了，这变法变法不怕做错事，就怕用错人。请亲爸爸明示。其实呢也就是一句话，
管你怎么变法，用什么人，都要记着，这江山是咱们大清的江山。翁师傅，头两份上书呢？臣早就备好了。为什么不呈给朕？康有为语多狂悖。翁师傅，狂悖与否，朕心里自有定论。皇上，请翁师傅给朕取来。皇上，朕要看。臣遵旨。昨天太后对朕说，只要不违背祖宗大法，我大清变法之事朕可自为之，我大清的朝政不变不行了，我大清的基习不改不行了，可这政该怎么变，法要怎么改，你们大家都要进言，不可敷衍塞责。奴才领旨。臣遵旨。皇上。翁师傅，你见过康有为吧？臣没见过康有为。不对吧，翁师傅，朕记得你见过他呀，你还跟朕说他的才干胜你十倍呢。臣自发现康有为乃狂悖之徒，就再也没见过他。要是朕想见见他呢？臣不知他在何处。奴才听说康有为回了广东。传旨。着康有为迅速来京，朕于本月28日召见。臣领旨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皇上英明通达，皇上就是皇上。皇上若不召见老师，证明朝廷啊要实施变法了。对呀，荣荣，快去收拾东西。好，咱们马上进北京。是，老师，那我们呢？啊，是啊，都去，都去，都去。好，好，快去收拾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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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哎，荣荣啊，居金在日本帮着孙文办的学校怎么样？已经开学了。另外，孙文先生同意老师的决定，把中山学堂改名为大同学堂。马上给徐钦发电，不管他用任何办法，立即和孙文划清界限。快点啊，老师，去吧。广人呐，哎，哥，你也别在这儿守摊子了，跟我一块去北京。哎。干什么？下去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队？干什么？退什么退？你们哪个是康有为？你怎么？鄙人就是康有为。你就是康有为？鄙人就是康有为。我们奉上司的命令，见到康有为带走。奉谁的命令？奉袁世凯袁大人的命令。如如，你和广仁先进京安排一下。放心，耽搁不了多久，我随后就到。他们跟您一块儿去吧。好吧。带路，走。哎哎，小心点儿。
是哪个呀？是哪个这么对待康先生？拉下去，打四十军棍。慢，他们是奉命而行，恐怕这错不在他们吧？那就是世凯不是了。袁大人果然是豪杰。不过，你也把我吓得够呛哦。还不赶紧，赶紧向康先生赔罪，康大人恕罪。算了，算了。康先生，请，请。世凯给先生都预备下了。又不把笔酒冲，龙凤阙。这真是千丈虎狼穴，我举着单刀赴会死赛春生，这不是江水而是热年，流不尽的英雄血。见笑见笑见笑，康先生慷慨激昂，果然是一代雄杰。哪里哪里，一介书生唱唱罢了，要说动真的还得大帅这般人物啊。哪里哪里，康先生一支笔横扫千军，我这小站七千人马还不够康先生七扫八扫的。来来来，康先生行，好。皇上恩旨召见，康先生必有所陈。那是一定。啊，如果大帅有什么陈奏之事，康某愿意代劳。多谢康先生。康先生，世凯自从看到了这张列强瓜分中国图，我简直气疯。先生请看，这俄国熊想瓜分我东三省，这日本想要我辽东、山东，且已占领了台湾，这欧洲列强垂涎欲滴于我长江南部，我大清在列强的爪牙之下，国将不国。先生必见我皇上，世凯别无所请，请先生将这张图献给皇上，并请皇上颁旨，我大清每省各练精兵三四万，强我大清，抵御列强。魏廷啊，满腔忠义呀、啊，又唯有多义知己呀、啊。六爷，你好好养病，朝中的事情不必挂念，有我们娘俩好歹的对付着。皇上还有什么话要对你六叔说吗？朕还想问六叔一件事儿，朝廷这些文武大臣谁堪大用啊？李虎
常之度。甲午战败，李鸿章虽然要负主要责任，但他是经世致用之才，久经磨练，不是那种就会耍嘴皮子的人能相比的。而且同治、光绪两朝几乎所有大事，李鸿章都是躬身入局之人，有教训可借，有经验可期，足可就任监尉。张之洞就任封疆大臣，立足地方，开眼世界。既有违心之志，且有违心之才，而且他的学问极好，中学西学融会贯通。皇上要维新，要变革，由此二人主持，我大清的国事并可有大的起色呀。那六叔以为翁师傅如何？六叔，皇上，你重用翁同龢，据九州之铁，不能铸此大错呀。六叔，老六，六叔，六叔，此人居心叵测，虎视弄权，这都知道了。六叔，你别说了。翁同龢身为帝师，皇上和太后都对他宠幸有加，臣这样评价他，皇上太后不会高兴，但臣是将死之人，不把这话说出来，对不起我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啊。六叔，有话要说呀。翁师傅是属马的吧？谢皇上还记得臣的生辰，臣是皇上御前的奴马。这么说，明天就是翁师傅的七十大寿了。啊，皇上日理万机，臣的这等小事不必挂在心上。小事？朕四岁入宫，像这样的小事，翁师傅为朕做了多少？人生在世，识字事啊。朕的字是跟翁师傅学的，朕的文章是翁师傅教的，朕的从政经验是翁师傅一刻一刻教授的。翁师傅，皇上，皇上怎么
这么一说，倒是臣想起了许多往事。皇上何必再提这些呢？来人呐，这是亲爸爸赐给你的寿礼。哦，谢太后隆恩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在上面提了几个字。做纪念吧，翁师傅。皇上，臣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，这时值天凉，太后赐臣这个，不知何意呀？师父，朕不会忘记你的。皇上，宣旨。这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、户部尚书翁同和近来办事多未允协，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，任意可否，见路揽权，狂悖情状，断南胜枢机之任，孤念其在玉清宫行走有年，不忍遂加延遣，翁同和着即开缺回籍，以示保全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皇上有旨，宣康有为上殿。公公们要都是像你这样的声音，那可就不是太监喽。好了，你们的老师现在要见到皇上，皇上会怎么说呢？翁同和被罢了，我若是皇上，便立即宣召恩旨康有为玉清宫行走，为朕的师父，钦此。胡说，就盼着你们的老师升官啊。说正事儿。皇上会说，我大清同治中兴以来，法一直在变，建了新学堂，办了新实业，船政、铁路、练兵都有起色，这不是始终在变法吗？康先生所言的变法与我大清始终之变法有何不同？好，皇上一定会这样问的。皇上问的对，我大清始终在变，但这都不是变法，而是变势。法者势之纲也，势者法之目也。臣相信数十年来王公大臣都谈过变法，但所言者实在都是变势，所作者更是枝节而非根本。皇上圣谕，国事不可为，臣以为并非事情不可为，乃体制不可为也。好好好好好，甲午一战便是我大清三十年办事的试金石，目虽张而刚不取，这不行啊。我大清之变法应如矗立泰山之巅，目光不为枝叶所蔽，应如渔夫捕鱼，举纲而不为众目所缠，如此高屋建瓴，纲举目张，方是今日之变法。好，老师的变势与变法之论可谓条分缕析，泾渭分明，一定会深得圣心。嗯，
不过那些守旧的大臣如徐同刚毅者流一定会出些难题的，你们都拿出些科举猜题的本事来猜一猜他们会出哪些难题，以便有备无患。我是掌院大学士徐同，听康先生宏论大开眼界。康先生的意思，此番我大清变法要大变特变，无一不变。可是董仲舒有言，天不变，道义不变，康先生要全变，难道要变天不成吗？问得刁。少变而不全变，变一而不变二，所变者亦成未变。这就好比一座宫殿年久朽坏，小小的弥缝补漏无济于事，终要坍塌，必须拆梁换柱方可经得风雨。那么在您康先生的眼里，我这吏部尚书刚毅是您要拆的梁呢，还是要换得住呢？一个比一个刁。我是军机大臣荣禄。康先生刚才说宫殿年久朽坏，难道要把这紫禁城拆了？哼，牛唇不对马嘴，这是荣大人说的话吗？啊，好，再来一遍。皇上有旨，宣康有为上殿。放近点。谢皇上。今日朝会特旨召见康有为，与众臣共商变法维新之事。今日朝堂之上没有官职大小之分，没有品质高低之别，你们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康有为，臣在。朕的想法你都知道了，这变法维新，变什么，不变什么，怎么变，你有什么想法，也跟朕的大臣们聊聊吧。臣遵旨。不必跪了。谢皇上。说吧。是。皇上问，变法变什么，不变什么，怎么变？微臣研究多年，概括起来说呢，概括起来说，举凡四变：一变风气，二变教育，三变实业，四变制度。变风气者亦有四变：变服饰，变礼仪，变婚姻，变语言。康有为，臣在。你就先从变服饰开始讲吧。皇上，我大清服饰有朝服、祭服、宫服、常服，不同爵位的王爷，不同等级的大小臣工又各有其服，且有不同的刺绣图案以示区别，这显得过于繁杂。臣以为西洋服饰简洁明快，干净利索，可仿效之，这看起来是小事，可事关维新大局啊！变法之先，服饰先变，国人看上去仪表一新，意气风发。所谓苟日新，日日新，一国新人跟着皇上变法，这才像个发愤图强的样子。康有为的话说得好。你们也别光听着，
也和他聊聊吗？徐师傅，老臣在。你也说两句。老臣对我大清服饰的典故略知一二，记得还是在我大清入关之前就有人提过要改换衣冠。可老祖宗把我们前辈的王爷召集在祥凤楼，告诉他们我们大清的服饰永世不得更易。这是为何呀？为了上马杀贼呀。我大清的服饰专为骑马射箭而制，我大清马上得天下，骑射定乾坤。徐师傅，你说当年咱们要换上汉人的衣服，衣宽袖大啊，一动就兜风，磕磕绊绊的，那怎么还骑得了马，打得了仗呢？啊，张大人的看法跟老夫一样啊。老夫算是倒了八辈子霉喽，府邸就在那洋人的使馆对过，与鬼为邻呐、整天看着那些洋男洋女们进进出出啊，就说那些洋男们吧，一个个西服革履，还浑身紧巴巴的，脖子上呢还系着一根上吊的绳儿。哼，找死呢。再说那些洋女人们呢，哎呦，一个个袒胸露背，她露的都不能再露了，她招蜂惹蝶呀。你再看看我大清男人的服饰啊，多气派，那女人的旗袍多漂亮，为何要改？在老夫是看不出道理所在。徐师傅就看到这一层，浅了浅了。老祖宗将我大清的服饰定为万事不可改易的祖制，也就是不能忘本，这就是高瞻远瞩，倒不是同那洋衣洋装比高低，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嘛。张大人教训的是老夫短浅呐、龙中堂，你奴才听着呢。康有为，臣在。你接着说吧。那臣就接着说礼仪之事。微臣的意思，礼仪要趋向人人平等，比如跪拜之礼，西洋所无，有的是握手之礼。爹，咱们爷儿俩也咸与维新一回吧。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洋人不是以握手为礼吗？徐师傅，这不是在你家里，只是在朝堂。老臣之罪，老臣是气急了。可老臣知道这礼仪就是国家，国家就是礼仪，绝不可造次。就说这见面礼，咱大清的官民那是拱手为礼，见了皇上那是跪拜为礼，可洋人呢，握手为礼，他男女更是亲吻为礼呀。在老夫看来，咱大清的礼仪那是强过洋人，至少不沾肌肤吧，没有满脸他人那个唾沫，讲卫生。徐师傅，你哼，太后有懿旨，除祖宗之法不可变以外，朕可自为之。可听你们议论，这穿衣戴帽说话办事，事事都连着祖宗之法，那咱还变的什么法，为的什么心？刚毅，你说皇上如何变法，自是皇上乾纲独断，奴才听命就是了。可是昨儿个太后招奴才进宫说闲话的时候，
也谈及礼仪之事，说是圣祖康熙爷当年为了洋人不行过大清叩拜之礼，一怒之下将洋人全部赶出了大清。当时有人请康熙爷对洋人可从权处理。皇上，圣祖爷那是多么好的脾气啊，可是要变更祖制那绝不容许。因此那个人话一出口，康熙爷便说，来人呐，拉出去把他斩了。啊，刚大人，老夫孤陋寡闻呐，这么重要的朝纲之故老夫竟然不知道。杀得好，杀得好。皇上，今日朝会，皇上圣恩，要微臣入朝议政，微臣感激涕零。但今日所议之事都是刚刚开个头就化作虚无。皇上，并非微臣狂妄，自古以来必有忧国之心，然后可以言变法，必知国之危亡，然后可以言变法，必知国之弱，由于守旧，然后可以言变法，必深信变法可以致强，然后可以言变法，故变法者守在变人呐。日本天皇变法，驱逐幕府藩侯，俄比德大帝变法，诛杀近卫大臣。所有这些非常手段都是为了变法呀，变法难啊，皇上，有拦路之虎啊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冒死陈奏，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，这法就变了。皇上啊，皇上。唐大人，这满朝文武都是一二品的大员，老夫我也是一品大臣，您看先杀哪个好啊？